咱即卖念佛咧，啊，这是我即卖看法，啊，供我大家参考。即卖念佛就是爱念佛咧，伊偶遇大师讲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因为信愿，哈、啊，唔是因为定力。定力咧念到讲风吹袂入，雨拍袂入，哈、啊，比如讲咧，哈、啊，你直接念佛念阿弥陀佛，风吹的时阵唔惊衫叫飞去，哈、啊，落雨的时唔惊车架去沉去。啊，安尼就表示讲你念佛啦，风吹袂入啦，雨刮袂入。啊，啊无咱就直接念佛咧，念讲啊，我的菜干袂记咧收，吼、啊，惊雨刮淡的，对吧？啊，我的衫掉外口，叫风吹去啊，等于起来找无衫哈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风吹的叮当，雨刮的叮当。念佛念到风吹袂叮当，雨刮袂叮当，拢袂怕妄想，无怨念嘛袂妄心，袂妄心。啊，所以念佛唔是注意讲我有妄想无妄想。啊，安尼尔，念佛爱注意讲，你有愿力无愿力无，哈、啊。所以我即摆想法就讲，咱即摆每念一句佛，都爱想讲，即句佛上供十方佛，供奉诸圣贤，下济六道品，哈、啊，顶师无差别。咱五供的是讲，上供十方佛，中奉诸圣贤，下济六道品，哈、啊。念一句佛来当供养诸佛。会当赞叹诸佛，会当请佛说法，会当呢啊向佛忏悔，念一句佛会当回向无量的众生，哈、啊，地界的众生、五对道的众生、众生道的众生、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哈、啊，拢会当回向，啊回向。当然，这就是要咱家己去思考啦，啊，家己去思考，哈、啊。当然，那就是讲，主要就是讲念佛的时候，当下有观无？有菩提心无？安尼较一滴儿，就是讲，我念这句佛，就是供养诸佛；念这句佛，就是赞叹诸佛；念这句佛，嘛回向予一切众生。那么你如果你想着讲，我敢会回向？哈、啊，那么呢，咱就想讲地藏菩萨，伊婆罗门女的时阵啊，啊，伊嘛是回向啊，伊回向伊个佮嘛唔知啊，到底有功德无功德啊？哎，佛家讲，叫伊等于念佛，等于就知啊，有效。对吧？啊，咱即马直接念，想讲我回向老爸老母，回向历代祖先往生这组有效无？你回向地界众生有效无？哈、啊，那么呢？如果依照《华严经》来底讲，发性的众生的心性是相通的，相通拢有作用啊，哈、啊，拢有这个作用。那么作用呢？会加较少，就是看咱的修行功德了，哈、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经过佛菩萨的加持了后，像咱做蒙山施食，经过佛菩萨的加持了，伊就有作用。那么咱念这句佛呢，经过佛菩萨的加持，伊就会作用。伊就叫咱的老母、咱的朋友、咱的这众生的心中，拢会产生作用。那么也有产生这个功德，哈、哦。所以咱来讲怀疑的时阵，咱就想讲地藏经内底就讲安尼啊，对不？那么，这个婆罗门女念的时阵，因家的老母跟家的地界众生拢有作用，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念佛的时候应该想讲，我说我即马当下念这句佛，就是你度众生啊，哈、啊，就是你布施啊，就是你修行啊。有人讲我说啊，你拢无要度众生，啊，干那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哈、啊。咱你念阿弥陀嘛，你度众生，哈。啊，你咱来了解伊的意思，所以。我即摆想法，我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即摆想法是讲，我若每念一句佛，我著爱有菩提心。如果我无菩提心，即句佛号其实是一句字尔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什么八万啊，八多呀？哦，对哇！阿弥陀佛啊，衫袂过洗哦，阿弥陀佛啊，菜袂过买啊。那么，哎，心是想迄哦，哈、哦。咱若如果念阿弥陀，心内无想讲即句佛来回向哦一切众生，安尼就无菩提心啊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如果依照经典来讲，啊，咱念念相续啊，无有间断啊，哈、啊。那么这种的修法就是普贤菩萨讲念念相续啊，无有间断啊。那如果依照经典讲念念不退，念念无退菩提心啊，哈、啊。所以华严经来讲，如果无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呢，说明无业啦。无业就是讲，虽然修有福报啦，但是无菩提心吼，那么将来呢，同款生死啦。
啊、所以以我即卖时阵就讲个做，念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你有供养佛，啊，你有回向众生啊，安尼呢，即句符合较有意义。安尼即句符合当下念，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爱我个想法是讲爱安尼来念佛啊，莫讲念阿弥陀一、阿弥陀二、阿弥陀三安尼。啊，安尼是无同款的意义，哈、啊。念阿弥陀佛，你算一两三时啊，我念一百句、两百句。啊，甲你念阿弥陀佛，即句佛是供养佛，即句佛是要度众生，哈、啊，离苦得乐。伊个功能是无同款，哈、啊，功能是无同款。